各位学友，我们现在开始研究《论语》。现在请各位看《论语》讲要第九页，这段经我先念一遍。子曰：“君子不忠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犹不如己者，过则无惮改。这张经，汉儒注解是一种讲法。另外又有一种讲法。先说汉儒注解的，君子不忠，君子啊，就是求学、学道，这一代人那个时候呢，叫做君子。其实，求学修道的君子啊，咱们要讲究，这个忠，忠是稳重。如果不稳重呢，就是啊，则不威呀、威是一种。威德，一个学道的人呢，不稳重，那就没有一种威德。没有一种威德什么呢？人家就对于你的这个，往往就有一种这个。不尊重，很轻视你。你想办事也好，跟人家来往的话，人家把你不当做一个什么，值得尊重的一个人。所以，君子啊，要学的时候啊，学稳重，有种威仪，表现在外面呢，有一种威仪。不重就不会有威仪的。下面这一句，学则不固，那么。就必须要求学了，求学什么呢？学了以后啊，就不孤。孤这个字，汉儒注解是当这个固闭讲，闭是一种闭塞，闭塞不通了，是这个"孤"的意思。一求学，求学是明了道理，事情也看得清楚，这就不会，这个固闭。就不会有种这个闭塞的那种缺点，那就是学了之后啊，就能通达。这两层，
那么你学下边角呢，你必须要学了，学的是什么呢？这两条，一个是读中性，读中性呢，中性很重要，前面几章讲的都是，比如说曾子吾日三省，讲的都是中性的，读中性这个读字，在汉儒的解释，像郑康成的解释啊，读当亲自讲。郑康成就是郑玄呢，他当亲自讲。亲是亲近，读中心呢，就是亲近中心的人。亲近中心的人呢，就以中性这样的人呢，作为老师，因为拜一位老师啊，一方面是要跟他求学问，最重要的呢，是要跟他学那个怎么样开发自己的品德。因此，这个老师啊，他是个忠心的人，那么你跟他学，一定能够学得好。无友不如己者。这个"儒"字，在这里啊，当这个相思的"思"字讲，或者叫"相"字讲，就像自己，就跟自己呀、相思的，这个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去结交一位朋友，这个朋友啊，我们看他是不是讲忠心，是不是在这个品德方面。怎样去追求？他的志向，就是要追求自己的好的品德，讲究，这个做人之道，这个就跟我们自己呀，这个相思，就如我就像我，像我，这个也是这样的求学修道，这叫志同道合。所以这个如己呀，就如同自己跟自己一样的那个志同道合。我们交朋友啊，就要交跟我们自己志向相同的人，所以这是叫无友不如己者。如果不如己者，就是跟自己
志向不相同。比如说我们是无论在学校里求学或是在学校毕业之后到社会上做事情，我们还是喜欢读书，喜欢求学。那么假使这个人他不是如此，他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志向呢是要将来啊读了书以后要求的升官发财，是讲究这个。就是平常他的志趣，就是追求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享受，这个就跟我们的不能够志同道合，这就是不如己。所以我们秋风结交朋友啊，彼得求的跟我们自己呀志趣相同的人。论语在后边也讲到，交朋友什么呢？以文会友。以文就是大家都有兴趣研究学问，来会合朋友来交朋友。交朋友干什么呢？以友辅人。交朋友的目的互相帮助。辅人呢，互相帮助啊，来把个人的品德修养得好。那么这就是啊，可见的交朋友是要一定要跟自己志同道合。第三句，过则无耽改。那么即使有老师，老师那个主子就是亲近呢，我们选择好了那个忠信品德很好的人，当然他也有学问，我们就拜他做老师。那么有老师还是要有朋友啊。那么有老师有朋友，我们求学怎么呢？求学是要重要的是一方面学文，学学问，学问学了一学到一方面求学问呢，一方面就是要学这个道。学道啊，那就注意了。那个道士啊，怎么个学法子呢？自己要常常反省自己有没有啊过失。这个过失呢，我们求学的时候是不是懈怠了？我们待人接物的时候是不是啊那个拿善意的待人家？是不是我们自己只注重自己，没有那个关心对方？或者我们跟人家来往，跟人家相处，有意的无意的给人家
带来一些伤害，这都是过啊。那我们随时自己要反省。那么有了过以后，无惮改，惮呢就是不要害怕，就是这个惮字，古人注解到难字讲，郑康成就这样解释，惮什么呢？惮到难字讲，就是一般人呢都是这样，自己有故事很难以改啊。很难改过来，就是人家说他的有故了，他还要想办法把他掩饰起来，不愿意人家知道他有故，这就是惮改了，就不容易改了。那么我们要求学，尤其是要学道啊，学道就是要改过，自己随时要反省自己，有没有过失。自己如果说是没有发觉到，朋友他看见了，看见我有过失告诉我了，这个我们要感谢他，赶快就改，就无惮改。一个学道的人呢，实实在在的讲，就是从改过开始的。因为我们普通人不学道，自己不知道；一学道，我们听到圣人讲的话，才明了我们普通人呢。这个随时，也可以说，时时刻刻都犯过失啊，犯了过失自己还不知道啊，把过失得随时发现，随时改，改到以后啊，一点过都没有了，那我们这个人格就完美了。人格完美啊，这就我们自己的本性就显露出来了。我们为什么有本性而自己用不出来？自己有本性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在人世间呢，有很多苦恼的问题。我们跟人家相处，往往不受人家欢迎。我们从事政治，对于政治上种种问题，我们也没有能力想办法来解决。这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有的本性啊，用不出来。为什么用不出来呢？就是这个种种的过失，把我们的本性盖着了，掩盖起来了。为什么有的过呢？一个基本的道理我们要明了。我们所以犯过，基本的道理就是我们自己私心太重了，自私自利的心太重了。我们不起念头在意，起了念头啊，就是为自己啊，想不到别人呢。我们学道的话，就要知道，这个起心动念都为自己来，着想。我们要把它改过来，起心动念呢，就是为他人来着想。看见社会人群受了种种的痛苦，我们现在虽然衣食住行工作
都还是很安定，这个虽然如此呢，我们看呢社会上还有很多贫穷的人，他们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没有房屋住，甚至亏欠，欠了很多债务，生存不下去了。这些人呢？我们也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在我们自己生活得很优越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也想到这些人？大概我们能够起心动念的，不想到自己，而想到那些贫穷困苦的人呢？我们在经历之下，这样的人呢，起心动念就想到他人呢，我们不能说没有，但是太少了。我们修道的人，就要把这个念头转过来，一起心动念，发现了只想到自己的问题，没有想到他人。这就是过失，这种过失，一自己发觉了，赶快就改。如果自己我们没有发觉了，朋友发现了，朋友发现没有我讲的这么这么深，为什么呢？刚才讲的，自己起心动念呢，自己知道。我们朋友啊。还没有到这个程度，还不能够了解我们的起的什么念头。那么他可能从我们的言语、待人接物这个行为上面看出我们有一些自私心呢，表现得很显著。这时候他很善意的来。劝告我们，这个我们就要接受。一接受之后，要自己赶快改。所以这句话，过则勿惮改呀，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那这是汉儒的讲法，那么这种讲法呢，就这个章法来分析一下，君子不重则不违，学则不固，不重则不违呀，这是。指出这个毛病出来了，学则不固，你一求学这个固是，就是这个闭塞了，这就不闭塞，固就是不通达，你一学了就通达了，通达之后你这个原来的不中就是稳中了。然后讲学，学的是什么呢？这就是读中心，读中心，以中心为主，中心照汉儒讲法，是亲近中心的人，以他为老师，有老师以后，再有这个交朋友。要找志同道合的人呢，来交朋友。过则勿惮改，你拜老师，结交朋友，最重要的也是自己求学修道就是要从改过开始，
我们往往自己的过失自己不知道，老师告诉我们，朋友告诉我们，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明白了，自己可以知道用功。用功的方法就是要随时改过。就像那个前面讲的曾子，曾子无日三省吾身呢，就是发现自己的有没有过啊。那么在这个后来有种讲法，那种讲法是黄侃，黄侃是南朝的人呢，南北朝的人呢，他这个书就解释古人注解的，他的书啊是那个孤啊，当这个这个坚固来讲，孤是坚固，不是当不是当这个篦子讲了啊。既然这个孤字啊，当这个坚固来讲的话，那么这上面讲法就不同了。君子不重则不伟，这个还是讲法是一样的。学则不固，那么因为君子不重不稳重，没有威仪，那你这样的话求学啊不坚固，你所求的学啊，那个学问学得不实在，学则不固。这是两句，上下两句啊，前面是讲的因，后面是讲的果。因为你不重不伪，所以求学啊，学的这个所求的学问呢，求不到真学问，不坚固。那么这个主重心，主中心是讲这个主啊，当这个主要讲，主要什么呢？以中心为主。黄侃就是这么说的。这个中心呢，也是一切善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重点。你一切善行啊，善事啊，都是以中性为主。那么以中性为主啊，这些所学的就是坚固了。那么学的坚固，这个人呢就能够啊庄重而有威仪。他有这种讲法。后来宋朝朱子就采用黄侃的这种讲法，但是黄侃这种讲法呢，到了清朝又有人认为黄侃本来有两种讲法，一种就是跟汉儒，他解释汉儒的注解跟前面讲法是一致的，那么他这个讲法是第二种讲法，他是两种讲法并存。但是到后来有人认为黄侃这种讲法也不甚理想。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依照汉儒的注解比较好。再说呢，无欲不如己者，过则无耽改。不如己者这一句啊，
儒子。儒子这个古人呢，在宋朝啊，有人注解啊，儒子当生字讲，生乎自己。那就说，那个你交朋友啊，第一得要交什么朋友呢？就比你好，比如说你求学，他的学问呢，要比你好。你求了这样的朋友啊，你可以从他那里呀、得到很多的帮助。或者呢，学问以外还有其他各方面，他的条件都比你好。你要求这样的朋友。那么古人也有这种讲法，但是后来也有人批评了，你说你一定要交一个处处都胜过你自己的话，那对方他的朋友，你想交的那个朋友啊，他那个人呢也跟你的想法一样，他也想求一个朋友啊，比他还要高明的，还要胜过他自己，那你，他就不会交你这个朋友，你比不上他，他就不会交你的朋友。所以这样的讲法呢，这句话就是很难讲得通的。所以照前面一种讲法了，不如就是不像，不相似，不似自己。这个不像自己是，就不跟自己志同道合，这样的朋友我们不交他。这个很好讲得通啊，比如说，他的学问再好，在学校里读书，学位，这个比自己高，他家里的这个财富也比你啊这个多，他是富有之家，你是一个小康之家，他家里是做大官的，你是个家庭是一个普通人，这个都没有关系。或者他家里是个贫穷的，家里的这个还比不上你，那你这个都不是考虑的交朋友的条件。无论对方是贫穷是富贵，都不是你考虑的这个重要的条件，考虑的是他，他是富贵之家的子弟，是贫穷之家的子弟，不问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也不问他本人，学问是不是比你高，或者学问是比不上你，只要他跟你一心都想学到，都想学的这个学问，修学问的目的就是将来拿这个学问呢来，这个济人济世啊，替社会人群去服务啊，有这样的志向，你就可以跟他交朋友。所以这样讲啊，就儒己啊，这是这样的考虑啊，比胜过自己那符合经义。那么这章书是讲到这里了，讲到这里之后啊，前面开头的这一句话，君子不重则不威矣，不重这个重字很重要。古人注解也举出了，《养子法言》里面
杨子就是杨雄啊，汉儒杨雄啊，他著作一本那书叫做《法言》，法是这个，这个，国家的法律的法，言就言语的言。杨子《法言》里面他讲，那有一篇叫《修身篇》，他说人呢，修学也好，讲究做人之道，那么学道的人呢，更不必说了，应该要注重四种啊，这个中字，重什么呢？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就是言语，重言语什么呢？他说言呢，言语要重啊，说出话来，都有法则的。你这个第一句话说出来呀、都是有道理的，不是说出来随随便便的，讲了一个没有意义的话。这叫言，言有则，这叫重言。重行呢？行为呀、行为怎么样重啊？行为呀、你表现出来都有品德。你的行为表现出来，一举一动啊，都表现自己有了品德，有修养。这行为很重。有品德的人什么呢？这个行为呀、就是绝不损害人，办事情也好，办任何事情呢，绝不对人呢有任何的损害，这就有德了。那么再加上这个貌，貌是我们这个面貌，这个貌是代表我们这个态度。貌啊要有，貌这个重是什么呢？要有威仪，威仪就是呢自己要庄重。我们一个人呢，这个有没有威仪，我们这个面貌啊很重要。面貌，比如说，一见人，见到任何人呢，就嬉皮笑脸的待人呢，就跟那个戏里面那个小丑一样的，一开始那种那个就开玩笑那种面貌啊，就是轻浮的，所以貌中啊，不能随便的，不随便的呀，跟人家开玩笑。书生本色呢，就是见到任何人，当然要和颜悦色。和颜悦色的时候啊，不要随便的，面貌要温和，但是不要随便的喜笑。喜笑，人家一般讲就是嬉皮笑脸的。这是不庄重，貌中啊就是啊，温和，而不嬉皮笑脸，这是貌中。重好，好就是嗜好，嗜好有庄重的，有不庄重的。这个庄重的嗜好，比如说我们读书人。学这琴棋书画，学这个琴有很多种的啦，有古琴呐，有这个很多了啊，古时候棋下棋的，学书法，画画，这个都是很高尚的，很文雅的。
这个嗜好很重很好。还有那个有些嗜好，你打牌啦，那个虽然现在说是桥牌的一种啊，不算是坏事情的，但是就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礼仪那个习俗来讲，打牌呀是跟赌博很接近的，这也不好啊。好打牌好喝酒，这个都是应该的讲，这种嗜好啊，是对于一个人的品德是不好的。还有呢，没有到这种程度，就是这个吸烟，就是抽烟呢，抽烟这个，他也，你说他是犯罪吗？没有什么犯罪，就现在来讲，就这个医学来讲，抽烟的人呢，对于自己身体不好的，很多这个病啊，就是因为抽烟引起来的。但是呢，对于别人没什么损害了。可是现在在公共场所里边，要抽烟的话，让人家，这接触你抽这个烟呢，这叫二手烟，也不好，也是害人的。那么再就是这个威仪，在仪表上来讲，抽一烟这种嗜好也不庄重，普通人还看不出来。你比如说，一个从事政治的人，在政治的场合里边，你的吸烟呢，这就不雅观。或者是当警察的人，在执行勤务的时候来抽烟，这也是不雅观。那么这些，所以这是叫做这个貌啊，这个号嗜好啊，要讲究的。嗜好中注重这个嗜好啊，有好的这一方面，这个嗜好就是琴棋书画，这个可以说是个好的一个嗜好，叫好中在有观呢，观是客观的。那么这个像这个抽烟喝酒打牌这一点呢，这个就是不中，这个嗜好啊没有什么客观的。那古人讲啊，那个拿这个扬子法言，我们学道求学，君子不中啊则不伟呀。那么拿这个扬子法言讲这个四种中，言语行为面貌嗜好，在这个四方面呢，自己要注重啊，讲究庄重。有这四种，帮助我们求学，也可以说这个学问呢，就一步一步的帮助自己学得很重。这章书重要的就是君子要学稳重啊，学得稳重的时候啊，自己行为一切都重。我们就拿自己一个日常的这个生活来讲吧，一切的行动起居处处庄重。这个年轻人还不知道，年纪老就感受到了。如果不庄重的时候啊，很容易就跌跤了，一跌跤的话，自己那就不得了。老年人
一跌了一跤啊，这身体不是骨头折断了，就是其他的身体受了伤害了。佯装庄重，走路是啊，一切都庄重。那么这个坐也坐的庄重，言语一切都庄重，那你个人自己呀，这个身体也不会有什么受的什么伤害，一切这个病态呀，什么毛病呢，自自然然的，就很多的不必要的病啊，就不会发生的。再说，我们做事情，则会在社会上做事情呢，自己庄重，包括言语行为，守着这个庄重啊，你跟人家相处，就取得人家的信任，事情能够办得成功。庄重做事情都有程序的，有一定程序啊，就不会乱的，办事情一定能够成功，所以好处太多了。修道，那一定要叫定功，庄重就是自己有定功。所以这章说啊，这个第一句非常重要，下面所学的，就是啊学这个庄重。那么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